那请跟大家分享一下铁人三项是哪三项，然后是跑多长的距离？标准的铁人三项就奥运的标准距离啊，就是游泳 1.5 公里，然后自行车40公里，跑步10公里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是不是赛事前的一年吗？还是两年前就要先做准备？需不需要请一个专业的教练来受训？但游泳门槛比较高，所以三项里面先三项里面把游泳放在第一个项目也是这样，就是安全考量。因为我们比的都是开放性水域，踩不到底。有些人就习惯游泳池，然后一出去哇，踩不到底。然后加上一开始游泳，哦，人那么多，然后如果水温又冷，哦，那个就是你会整个非常紧张，然后被扒头，你可能有几次呼吸不到空气，然后头被压在底下，这个就没有同感，你可能就你马上你就手举起来，最后要再去那一个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上次就溺水了。对啊，所以可能准备铁人三项，每个人起点不一样啊，起跑点不一样。因为会游泳的话，那相较之下就比人家还要容易快一点啦，快一点能够上手。所以最好就是找一个游泳教练嘛。Clip 教练，那他曾经是比101的登高赛，这样跟大家分享。没有啦，我拿过两次国内冠军啊。那我这边也想请教那个 Clip 教练，就是说，您之前你做那个铁人三项的训练嘛，然后又很优秀，又得了冠军。那你是怎么锻炼自己的身体，怎么做准备的？请跟大家分享这一段。好，不过这我要澄清一下哈，铁人三项冠军就是。我现在专项其实是在越野铁人三项，然后我以前拿过冠军，也通常我是比较属于超长距离啦，然后现在其实整个国内的铁人三项水平是非常高，也不是我们以前那个等级了。现在我比较多的专项其实在越野跑啦，所以都是教练太谦虚了，大家去看一下他的履历，你就知道他那个冠军真的是。不是用手指头是数不出来的，真的是。这对，但连旧都可以见证这一块。对欢迎来到笔记会客室，我们今天欢迎到我们的越野跑王子江彦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彦庆。那彦庆呢，也在上个月的 HCR 越野铁人三项呢拿下我们台湾的总冠军，这是在一点掌声呢。我们这次笔记会客室要介绍有关于越野跑的新手，我们一般跑马拉松已经跑到3小时，他想要进到这个领域，其实还有很多的技巧要学习。那今天我们就让彦庆来帮我们介绍呢，有哪些比赛可以来入坑参加看看的。基本上在国内就是几个比较大的系统，一个就是跑山兽 Peter 他们的系统。跑山兽在国内已经推广很久，不过大家都有看到 Peter 的 YouTube 嘛，他现在在做很厉害的三难救援队，山兽上面是非常厉害。他们代表赛事就是福尔摩沙，是福尔摩沙 Trail， 在今年应该会举行的。听说啦，就是简章都还没有出来，饭店都已经。被订满了，我就知道非常非常热门。Peter 的太太伊娃是在德克族，对，所以在南投那地方很多的原住民在 support。那在这场赛事中，虽然我每次想去，但我每次都遇到其他的比赛没有办法去参与，但是这个享负盛名啊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。如果你想找一场特别有指标性的比赛，那我觉得福尔摩沙 Trail 对是你的选项之一。你身上品牌，那现在 North Face 见证。就是我也希望他办。对对，就是越野跑界大家就蛮期待 North Face 再度复办。是啊是啊，这我也很期待。好，我这边还有几个就是口袋名单的越野跑赛事，就是像是虎豹双溪，然后还有水板脚。对，听说水板脚有很多的正妹，还有很厉害的龙虎凤。接下来是要领到就是龙虎凤团队办的。了解了解。龙虎凤团队比较特
别是他们很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路线。其实就算是 local 的小比赛，国内很多单位都有申请 ITRA 的会员积分，还有 PI 值。可能一般的跑者，如果你没有特别在成绩上有所追求的话，我觉得不见得是一个指标。像我来讲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我想要再挑战更好的 PI 值，那我就会选择有 ITRA 认证的比赛。对，这边再补充最后一个了，就是说，其实台湾国内现在比较可惜，就是现在比较少大品牌办越野跑赛事，剩下唯一场就 Xterra 跟 Lava XTRAIL、哦、对是你能够感受到像台北马那种氛围，只是当然就是比较指标性，是对对对，所以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那种比较大嘉年华式的那种赛事，品牌赛事，三月份的就结束的 Xterra 台湾的赛事，然后今年年底 Lava XTRAIL 赛事，然后刚讲的 FT 就是Formula Trail 的比赛，都会是不错的选项。不但只是跑步嘛，因为越野跑转向的领域可以很多啊，比如说骑脚踏车的啊，跑步、跑马拉松啊、铁人啊，其实都还蛮适合拿越野跑当做非赛季的训练，或者是运动员做一个转向、延续运动生命的一个选项。它真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。我觉得进到越野跑领域要一个心情吧，我要重新学习或重新体验一个新的项目，不管你原本在你的单项上有多好的表现，都要用这样的心情切入，才有可能比较顺利的进入状况。其实你说越野跑比赛选择哪一场比较好，我觉得其实每一场都好了，但是就是看你自己的能力到什么样的水平。你说越野跑不太能够跟公路上去相提并论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爬升，然后对，就爬升跟环境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没错，在我的观念上，与其说我要去选哪一个单位比较好，我倒是会觉得说，你想要体验什么样的环境路线都不一样，因为台湾那么大，可能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。那我觉得每个单位都有它的用心啦，所以就去准备好，然后就去体验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赛事就介绍到这边。如果呢，我们各位跑步的朋友呢，对这些比赛有兴趣，欢迎到运动笔记的赛事列表去查询。那其实这个说起来真的是长篇大论啊，就是说训练这个事情，其实不管是训练一般这种让他从不能跑步到可以跑步，从受伤到可以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挑战，那都是就是运动科学嘛，好，那就是说有很多的专业上的辅助啦，复健也是啊，然后医疗介入啊，然后训练的逻辑啊，运动生理学，这是一大堆啦，就是说其他是一个专业在这样子。那请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铁人三项是哪三项？然后是跑多长的距离？标准的铁人三项就奥运的标准距离啊，就是游泳 1.5 公里，然后自行车40公里，跑步10公里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是不是赛事前的一年吗？还是两年前就要先做准备？需不需要请一个专业的教练来受训？不能请专业教练，那当然就是说看每个人的起点不同喽。譬如说，一般来讲啊，就是三个项目对一般普遍人来讲，大概脚踏车是最没问题的啊，脚踏车最不会有什么状况，所以大概也不太比较少人会请脚踏车教练啊。跑步刚刚讲啊，如果你很多年轻啊，如果没有一些状况的话，其实起步也相较之下不会那么高的门槛，但游泳门槛比较高，所以三项里面把游泳放在第一个项目也是这样，就是安全考量。因为我们比的都是开放性水域，踩不到底。有些人就习惯游泳池，一出去哇，踩不到底。然后加上一开始游泳，人那么多，然后如果水温又冷，那个就是你会整个非常紧张，然后被扒头，你可能有几次呼吸不到空气，然后头被压在底下，这个就没有同感，你可能就马上你就举手，最后掉下去那一个，对，你上次就溺水。对啊，所以可能准备铁人三项，每个人起点不一样啊，起跑点不一样。如果会游泳的话，那相较之下就比人家还要容易快一点啦，快一点能够上手。所以最好就是找一个游泳教练。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，那应该是要的。那一两年不见得啦，如果你有运动的基础的话，可能半年几个月要完成这个运动，其实我觉得不是太难了，对于一般健康的人来讲。但如果你要比得好，要变成运动员，那个就很难。就要从小开始训练，对，五六岁就要开始有这个背景。那是比较好啦，就是说，如果
父母亲支持啊，然后本来就是很喜欢这个事情，那越年轻开始是越好，但越野、嗯、他是越野跑选手江彦庆，今年获得亚洲越野赛台湾站冠军。27岁的他已累积6年越野跑经历，意气为君，骨肉为臣，是他坚持的一贯作风。意气为君，骨肉为臣的意思，他这个意跟气啊，指的是你的意念还有想法。如果你是你的意念，你很想去做好这个事情，然后你要透过你的身体行为去配合你的意念去做的话，你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。运动也是这样。近几年路跑逐渐兴盛，而越野跑模式也开始传入台湾。越野跑运动跟其他运动不太一样，是它是在大自然里面活动的，它跳脱了很多的范畴，一直跟大自然互动。你可能需要攀爬树，然后透过植物来帮助你前进，或者是控制你的速度，帮助你刹车。江彦庆除了是比赛选手，同时身兼运动作家，常分享自创的教学影片，目前也是欧洲知名户外活动品牌旗下的签约选手。我发现他非常的专注，以及他其实不断在超越自己成绩，也特别跟彦俊在做更深一步的合作，将他签为我们Salomon品牌的代言人。江彦庆希望借着自身努力推广这项运动，让台湾民众也爱上往外走的运动。记者黄玉祥、周楚采访报道。一开始也当然也不见得越好，就是说你的父母亲以及你所处的环境怎么样在栽培你，最重要的其实就热情啊，热情热忱，要对这个运动有热情。对对对。那也想要请教 Cliff 教练，在你在受训的过程当中，有遇到哪些挑战？挑战呢、啊？我觉得对于，然后你是如何克服？我觉得对一般的运动员来讲，这个都是很 normal 的事情，就是运动伤害啊，你可能会有高低潮啊。我觉得跟一般人在做任何事情都一样啊，就是创业也好啦，然后你准备一场考试，国家考试什么都一样啊，就是你总是会遇到一些挑战嘛。我觉得那个倒不是什么比较不容易的事情啊，对啊，我个人比较不容易的事情，其实是在家庭上啊，对啊，那就是比如说，对你出社会之后，或者是你有感情、有婚姻，然后跟人有关系的事情开始介入的时候，就不容易了，对啊，你要分配掉一些时间，然后心情也会受影响，然后以前单纯在运动员的时候，训练就是训练，就是说以前个别个。人家讲说嘛，就是人生三个阶段嘛，就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。我现在就是在那个看山不是山的阶段，就是以前很单纯嘛，就训练就是训练，读书就是读书，我骑摩托车就骑摩托车，不会有多想，很单一专注，因为我们生活还没有到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阶段，现在变复杂，我也是很后悔，但是就是也没办法。对，那这是不一样的阶段，是一个平衡的。对，但是这个是很多人，大部分人都会遇到的阶段。只是我这个这一段就是另外一部分，就是比较有挑战性，不是在运动，是在家庭。就是你必须很多时候运动，脑筋头脑没有那么清楚的，我会开始有一些东西思绪会飘进来。我相信各位可能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经验嘛，就是因为你跟女朋友吵架，但是你马上要开一个会，你会不会在会议上面很多那种撒旦的搅扰，会不会很多那种不好的情绪，或是没有办法让你专注在当下？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更加困扰。不过也这么多年的，其实也是有很多的，就譬如说依靠信仰，然后很多很多的，所以就聊到说你要如何帮助家庭跟事业这一方面找到一个平衡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不容易啊，那当然这个也跟选择会有关系啦，然后人就是会变嘛。对，我后来就是这样觉得，然后就是看到一些其他跟我们就是年纪相仿的运动员，或者一些朋友，以前一些战友啊，或者以前一些对手，其实都是好朋友嘛，我就看到就大家的发展，我觉得说其实年纪越大，然后出来比赛能够比得好或不好，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而是一个团队的事。那个团队我指的不是说真的有那么多团队 support， 而是你的家庭、朋友、
能不能够或者工作，能不能你能不能够去权衡这些，他们能不能够成为你的力量，还是成为你的主力还是助力，成为你的后盾。对对对，那这个对，就是回到其实其实我也跟旧学习很多啦，就还是回到自己身上，然后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是怎么样，其实就是助力也变主力啊，对啊，怎么把主力变助力，那其实都是需要智慧。